谢谢大伙啊！哎，感谢各位。刚才是于子淇啊，这怎么还擦上了呢？这个，行行，回啊！干嘛喷得了那么远吗？这个，我从那边猫眼看，我看那唾沫星子，咔咔咔咔咔。那台上站一花洒，于子淇啊，演了一个叫《夸住宅》，对，很好啊，不错。嗯，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吐沫星，基本功很扎实，哎，确实不错。后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，歇会儿，这场呢把我们哥俩给换上来了，哎，又到咱们了。今天比较开心，怎么呢？因为什么？我又能跟人家一场了。哦，您跟我演出，您高兴，尤其是台上啊啊。因为台上我看着您，嗯，再看着底下各位观众朋友，亲爱的观众，心情就不知道怎么说啊，更开心了，很愉悦。任何的烦心事儿 啊，一上台就全没有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但是，一下台啊，嗯、烦心事儿啊，还是得想起来。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您现在家里头的事儿，家里头对，跟我倒没有太大关系吧？啊，家里头事儿，家里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我能说吗？你可以说说我们听听，让我们快乐快乐。台上没外人啊，都是咱们的好朋友，衣食父母，都是咱们的爸爸妈妈。嗯，不是，这是实话，咱没有说超便宜的意思。都是我的哥哥姐姐，去你的！什么人？你等着呢。啊，为什么我这难受啊？为什么呀？家里头啊，最近很困难，手头紧啊。那钱都买祛痘霜了是吧？家里怎么还困难上了？您这个，你这样的人就该死去！我发现你，不是咱聊聊怎么家里困难呢？家里头人口多，这个钱呀、啊，不共挣的，他花太快了。哦，这钱都不够花的了，不够花。您家里现在几口人呀、啊？您不是了解我们家吗？啊，还是那么多呀？还是那么多呀？你看，但是装的，我们哥俩关系很好啊。啊，我们家几口啊？还有他们家几口人呀、啊？都很熟悉。对，我们家人你不是记得吗？不也六口吗？咱都一样吗？怎么说着记着还说错了？不是六口啊，我们家七口人。我想想，你看对吧？七口人，各位你想，七口人就我一个人挣钱，你想吗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哎，我那么大一孩子，哎、你等会儿，哎，养活一家子。哎、行了，我刚三岁，我养活一家子。你想想，什么刚三岁呀？有三岁长痘的吗？不是您离开我皮肤活不了，这人我发现你知道不是活不了。你们九子哥都这样了，都说我皮肤啊，我也没薅你头发呀。不是我问问您啊，怎么了？不是我记着咱们两家一样，都是六口人，你怎么还多说一口人呢？记错了啊，七口人，不是六口定了，七口准的呀，原本的呀。不是你这一上来你怎么就抬杠呢？今天我没给你抬杠啊，我就是想说一说我们家里头困难，家庭情况，人口多啊，你非得给我抬杠。你这样行不行？咱这样，你也别说你们家七口，嗯，我呢也别说你们家六口，那怎么着？咱在这儿算算你们家人口，看看你们家到底几口人，算人口啊。行吗？没问题，行吗？我给你拿电脑去啊。你先回来，你回来，快哎。您这还趁电脑呢？您这个对，得拿一电脑。不用电脑，太多了，这人得拿这个微量啊、数字啊，各种的得算计啊。什么微量数？什么词儿？这各种的。不用，拿手就能算，几口人一扒拉就得。拿这个呀？对呀、啊，这爪子算呀、啊？什么叫爪子呀？拿手就算了。怎么算？你看着啊，这一二三四五呢，攥拳头就为五口人。这是五口。对了，小拇指一出来啊，这就是六口。无名指一出来呢，这就是七口人。这是六口。对，这个指头出来啊，就是七口。哎，对，他准出来。你瞧，出不来。哎，等着咱算。你看我给你算呀。来，你先别着急呢。你算，先别着急呢、啊。咱就开始了。开始了。算完六口七口，就算算出结局了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算出来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咱得有点意思才行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挂点小赌注，这行吗？最起码有输有赢，这是什么都爱玩点游戏，行吗？你说赌什么？咱也别赌太大的啊，咱就多少钱，对吧？赌多少钱啊？一千万吧。好吧，也不算多。好吧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你怎么了？区区一千万而已呀、啊、还区区一千万啊？你蝈蝈一千万也不行啊，没有那么些钱。
没有一千万，没，我也没有。你一张的一千万拿不出来啊？一张干嘛？冥币是怎么着啊？那算着还有意思吗？那个？那不拿那钱玩多痛快呀？没有，不行，咱少点。那咱就这样吧。啊，100块钱。哎，100块钱贴谱，行不行？行，红票票。行。哎，来吧，给你算了啊，100块钱啊。看着啊，这头一口呢，你爸爸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先别着急。上道太快了，一个个的，你别着急。谁上当啊？我说我上道太快。哦，上道，别着急啊。这个100块钱对吧？100呀。我要钱，不给你厚啊。什么叫钱呀？你别给我买100块钱去痘霜啊，我不要啊。对，我现在没有用，我这脸已经好多了。100块钱去痘霜没有效果。100块钱，一张100块钱啊，行不行？一百就是来一张100的，算了啊。头一口你爸爸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你得给我真钱。可不是真钱，真币呀、啊、假的花不出去。废话，假的还没收呢。对了，算了啊，真的啊，真钱。哎，头一口你爸爸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你给我微信转账吧。怎么又微信转账了呢？我发现这个100块钱现金呀、啊，它费劲了。你也现在没现金，下台咱就100块钱微信转账，行吗？微信行，微信里没钱，支付宝闪退，就给你100块钱行不行？你给我钱就行，大家伙作证的，反正100块钱行吧，算了啊。我还算什么呀？哎，我算了啊，算，头一口你，哎，不是，你是算你是答应，啊，好好算啊，我给你那脸削平了，你信吗？快来，老算人口别答应，占什么便宜跟这儿？我可没占便宜，我就是把我心里的有的事儿啊，有的顾虑啊，全说出来啊。你没少占便宜，我告诉你，我算人口不许答应了啊，再答应一扇子我歇死你。行，你不答应啊？头一口你爸爸，你们我够不成，答应。哎，我没答应吗？他也怕挨揍。哎，我给验了，有验爸爸的吗？哎，这怎么意思？打嗝翻出来了，没有你这样的，知道吗？讨厌，你这叫怎么了？你不。我这别生气，我不抄便宜了，不完了吗？废话，您这是我不抄便宜，别抄便宜，好好算算了啊，急眼了还。头一口算过去了，第二口开始算来，你妈，你哥，你嫂子，你媳妇儿，哎呦，这怎么我媳妇儿四面八方的都有啊？这要这么算，我们家不止六口人了。是，那就得拿电脑了。各位，您上眼看几口人？我赢了，哎，7口人，耶！怎么这个女的乐得这么魔？您哪儿赢了？7口人，我赢了，7口。你哪儿赢了？你拿眼睛看行不行啊？别拿豆看。这是6口人，七口，这出来是7口，出来了。哎，别费那话，拿钱，没这口人，我伸这手指头干嘛呀？你拿钱，拿100块钱，你先别着急呢，拿钱。这是我们家人，各位，得我自个儿算，他算不作数，行吗？你自己算，我算，你自己算，不也6口人吗？我算就是7口，你算呀。来了啊，他算我也答应。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，哎。你得说爸爸。哎，我这嘴也欠，算了啊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，我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儿。行了啊，这给我弄害羞了，我都快。不是，你这太快了，这灯晃我眼了。你慢点行不行？行，来，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，我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儿。拿钱吧。不，我琢磨琢磨吧。这是赖账了还是？真是都拿一只手算的吗？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，他哥，他嫂子，他的媳妇儿呀。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，他哥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。
合着呀，倒霉倒他妈身上了。小凡啊，你再来一回，你给我五十，咱俩算了。不，没有，我就给你一百，我强迫症。算算算算算，头一口他们俩两口子，我妈我来。我可逮着你妈了。我问问你啊，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他们老两口子就有你妈了，你这有一个妈，你俩妈呀，你爸包二奶。什么话这叫，你们家不困难呀、啊、我干妈呀。干妈呀？对呀、啊、干妈不算，干妈不算。那你没说干妈不算，那也是七口人呀、啊、废话，不能算干妈，不算干妈，我们家也七口，不算干妈就六口，不可能！你再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头一口他们俩两口子，你这妈再出来，我跟他结婚。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你说这，把父爱都给你。我哥哥行吗？你哥行？我没说吗？我哥我嫂子啊，我哥我嫂子啊，这是谁来？你呀、啊，我媳妇儿啊。怎么又七口了？本身他也是，我没算我干妈妈，他也是七口。你那手有毛病，你手有毛病，五个指头。不是，你会变魔术？我不会啊。你再来最后一遍行吗？给钱啊，最后一遍输了准给钱。他们俩两口子，我哥我嫂，哎，这我哥我嫂子，对吧？没算我干妈、啊、这谁来着？这谁？你呀、啊、我媳妇儿啊。回去。你没回去你媳妇儿就出来了。你们家什么家庭啊，两口子不见面掏钱。你别急，你急什么呀？掏钱。不对，我给钱。我出门我记着我们家是七口，怎么谁没事出门先数人呀？你们家圈养着。哎，李九江干嘛？你少算了我们家一口人。不可能。你没算我儿子啊？你算我儿子了吗？你算我儿子了吗？想想去啊。坏了，大意失荆州啊，还真没算他儿子。你别看岁数小，这樊小棠早婚呢。去年他媳妇给他生一儿子，但是那孩子早产，个儿不大，跟这似的。大小无所谓，好歹算口人，输一百块钱不要紧，现在一百块钱不叫钱。但是这孩子坏，后台跟人一说，李九江台上不会算数，六七不分，那不行，我这脸往哪搁呀？我呀给来一个红口白牙死不认账，我就说我算他儿子了，我看他说什么。嘿，你刚才说我没算你们家谁？你算我儿子了吗？我算你儿子了。咱别闹啊，我多大了我跟你闹？你什么时候算的我儿子？我现在算的你儿子。哎，你算我儿子谁知道啊？我算你儿子大伙儿都知道，对吗？好，好人多，我不抬杠了。那是你算我儿子我们家七口人、嗯、你不算我儿子我们家六口人，你这不也明白过来了吗？我算你儿子你们家就七口吗？嗯，我一不算你们家马上六口。我什么时候过去给他了？那、哎、不行，我这亏吃大了。我一会儿啊给他想一辙，来一赵方抓药。我过去一会儿我跟他哭，我就说我们家也困难。我们家怎么困难？我们家人口也多，他得问几口人呀。他明知道我们家六口，我愣告诉他八口，不信他就得给我算，算到第六口正合适，算到第七口我也会说你没算我儿子呢。我抽回来了，到第八口我说你没算我孙子呢，不再抽回来我长他一份，就这主意。有事儿说事儿，你不要乐。你们家这是乐呀、啊？你哭什么呀？我哥，怎么了？我们家也困难。你们家也困难？困难吗？
他都不抬杠啊。我们家人口多，掐死俩。哎，我下不去手，我来啊。你来下吧。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家八口人。什么？我们家八口人。你们家能有八口人？你不信？信。信。信。对。你怎么能信呢？刚才我都设计好了。我怎么不能信？什么呀？你不能信呀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家明明六口人。对，我知道。告诉你八口人。为什么呀？你不信你才能给我算呀。算到第六口正合适。对呀、啊、算到第七口、啊、我说你没算我儿子呢、啊、我抄回来了、啊啊、算到第八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，不得抄回来，我长你一辈儿，我全告诉你了。我告诉你了也不行，告诉你那吃亏我可不能算。不行，我不算。我刚才怎么吃的亏呀、啊、我不算。 你就得给我算。我不算。就得给我算。干还急眼了，你必须给我算。干嘛干嘛呀干嘛呀？算人口干嘛呀？不算台下不去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算了行吗？算。你吃亏了。对了，想找吧回来。找回来。那我怎么算？我怎么算你怎么算？从大往小算，一口一口算，不许俩俩往外蹦。行，明白了吗？那我开始算了。你开始算。算了啊。算。你等会儿。走啊。哎哎哦哎哎哎，来来来来，算了啊。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。哎，我可抄回来了。头一口您各位听得多清楚，他先算我爸爸。你不能先算我爸爸知道吗？啊，那我后算你爸爸。你后也不能算我爸爸呀。那我怎么着